英文学习指南啊，一些有趣的英文成语啊，我们的44啊，把它讲完啊，这是蛮有趣的啊。但你可能有些你可能有听过有看过啊，但是可能大部分啊，除非你英文程度相当好，不然你可能不知道它有趣啊。然后也长一点英文的知识啊，成语方面的知识啊，因为这个外国人写文章常常三不五时会用到啊，所以你只记单字啊，多看文章是没错。可是你说成语啊，完全都不知道啊，没有去记成语啊，也是常常会碰壁，这边看不懂，那边看不懂。欢迎小额赞助啊，请分别订阅我的3个 YouTube 频道：英文学习指南、英文秘籍啊、常识宝典啊。因为我有2个账户，这是第2个账户，一个账户15个频道，这边3个啊，这是我有我的理由，我自己的规划，我自己的原因啊。好，那我们第四知识把它讲完啊。所以上次呢，就讲到啊，这个 put your foot in your mouth 闹笑话，我们看 raining cats and dogs 什么意思啊？下雨，那下雨就雨滴嘛，顶多是冰雹嘛，怎么会下这个猫啊跟狗？啊，当实际上不太可能啊，不太可能。但是很多成语啊，就抓那个意思，它是一种抽象的啊，就一种比喻的，它才比较传神嘛。不然李白写“白发三千丈，谁有头发三千丈？黄河之水天上来，黄河之水怎么会天上来？”就是语言嘛，是一种丰富，一种想象力。倾盆大雨为什么？这下的不是雨，下的猫跟狗，那表示说他这个比喻就是说这个雨下了很大，雨珠是很大，可是他说大雨珠啊，这个讲法太普通了，这个大雨珠小雨珠下狗跟猫啊，哇，这个传神了，就像白发三千丈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表示那个雨珠啊，雨滴大得不得了啊，要等要下冰雹了，会打死人，要倾盆大雨。不是说下雨下了猫跟狗啊，这雨滴啊那么大。When I step out of office, it was raining cats and dogs outside. 当我走出公司的时候，一看，哇，不得了！上班的时候晴空万里，下班的时候下倾盆大雨。哎呦，忘了带雨具啊，怎么办 ？Running around like a hairless chicken 啊，就到处跑，就像一个没有头的母鸡。那没有头的母鸡怎么会跑？不合逻辑啊！怎么这英文不合逻辑啊？没有头的母鸡就是死掉了吗？死鸡吗？怎么还会到处跑呢？这是一个比喻嘛，就是无头苍蝇啊，啊，就是因为它没有头啦，它乱跑啊，啊，这个没有方向啊，就是乱七八糟，无头苍蝇，这个瞎忙。After receiving the Dear John letter, Edward ran around like a hairless chicken. 收到诀别信之后啊，爱德华凡事举足无措。啊，电脑把你翻了，电脑软体啊，在收到了亲爱的约翰的来信之后，爱德华呢，啊，像一只没有头的母鸡到处乱跑啊，谁看得懂啊？什么叫 Dear John letter？ 就是分手信，通常是女人写给男的，因为这个英文有这个歌啊，啊，我在这个我另外一个账号的频道里面啊，这个啊西洋歌曲学英文啊，有讲清楚啊，就是刚好女的写给男的叫 John， 就表示啊你要当兵啊，所以我们很多叫兵变嘛，啊兵变啊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当兵啊，在海外啊，啊这个好久没回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移情别恋啊，分手信啊。结果原来的那个故事呢，跟他的兄弟两个在一起了，男的也听了难过了啊，这个老婆居然兵变了，跟我分手，难过死了。然后他就像无头苍蝇啊，这个生活没有重心啊，难过要命。See Naples and then die 啊，那不勒斯啊 ，Naples 就是意大利啊一个港口啊，这那个拿破里啊，这个啊，反正拿破里很漂亮。海港城市很漂亮，啊，风光也漂亮，人也漂亮，然后这个诗情画意啊，然后那边生活步调比较慢啊，在那边养老，在那边旅游哇，度假很棒，死而无憾，干嘛？到拿破里会死啊？那谁敢去啊？就是太漂亮了，死而无憾啊！所以以前那个回教那个算是教主嘛，穆罕默德先知啊。曾经到麦加还是麦地那，好像麦加忘记了啊，还是哪一个地方忘记了啊，忘记了。
到一个地方啊，啊耶路撒冷啊，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不进去，人家说、啊、耶路撒冷啊，是我们的宗教圣地啊，怎么不去？这个穆罕默德说，人啊，只能进一次天堂啊，人死掉只能进一次天堂嘛，啊，这个啊，耶路撒冷就好像人间的天堂，我进去以后我到天堂一样啊，我死了就不能进掉，如果不能去，我只能进一次天堂，我要进入死后天堂。啊，这个耶路撒冷我不能去，去了以后就是一种讲法了啊，就说意思就是说，啊，我去了一次那不勒斯观光度假，死而无憾啊，当然你也不是真的要死啊，意思是一个比方，就是说哇，这个是不许死刑啊，人生无憾了、啊，讲人生无憾比较好啊。啊，去了那不勒斯，人生无憾啊，这是当地可能观光，它确实也好玩啊，确实也值得参观啊。可能当地观光业者、啊、导游就讲啊、哦，你去了这边啊，这是人生无憾了、啊，死而无憾了、啊。How wonderful if I can date a pretty girl out? Yes, you see, Nablus and then die. 如果呢，约了个漂亮女孩，长得像林志玲啊，年轻的时候肖强啊，有多好啊？另外一个就说啊，是啊，你这是人生无憾了，你这死而无憾了，这个人生这么漂亮女孩都约出来了，你这是没有什么遗憾了。Soft underbelly, underbelly 就是下腹部啊，我们讲软肋啊，讲软肋啊，就这个啊。Obsessing in the fussy actress is rubber soft underbelly, 啊，迷恋一位性感女星啊，是罗伯的一个大缺点啊，平常的这个很理性，人都很正常，可是不行啊。Foxy 本来是狐狸啊， Foxy 就不能讲狐狸，电脑软体把你翻成狐狸的女星，那什么叫狐狸女？狐媚，很艳丽啊，很吸引人，性感啊，这个女明星，她迷恋女明星啊，是她的软肋啊，平常都对，可是一看到这个女明星啊，照片啊，这视频啊，或者来台湾啊，来大陆访问啊，一看到她啊，不行了、啊，我不行了、啊，弱点啊，整个人不对劲了啊，这迷恋她。Talk through one head 啊，对着帽子说话。对着帽子，一般也不会对帽子说话，什么意思啊？满嘴跑火车啊，说空话啊，意思就是说啊，你对着帽子讲话，讲空话嘛啊，也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已，到底讲什么也不知道啊，反正就隐身了 啊，一种抽象的一种比喻的说法。If you talk through your head again, I will fire you without mercy。如果你再满嘴跑火车啊，我就开除你。你老是喜欢讲大话。讲空话，讲废话啊啊！到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啊，你实际上做不了啊，只会讲不会做啊。如果又会讲又会做，那也很好。你只会满嘴跑火车讲空话，事情嘛又不太会做。The fact of life 啊，生活生命当中的事实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。生命当中有什么是事实啊？啊，是你是不是你父母？这个生出来的啊，这事实啊，还是你会念书啊，会赚钱啊，不是性知识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会变性知识？这是生活中的事实嘛，就是性嘛，食色性也嘛，啊，性大家都喜欢嘛，啊，除非是啊同性恋，它也是性质，也是有性的需求，只是同性而已嘛。所以啊，食色性也啊，性知识，所以这个就是隐身的讲法，生命生活当中事实最重要的啊，就性嘛。食嘛，食色性也，两个最重要。你说我人要求名，要求利，到最后干嘛？啊，要钱啊，要地位啊，到最后就是有权利吗？有钱吗？干嘛？吃喝玩乐吗？这个是搞女人吗？啊，这个食色性也。My wife 啊，所以这个名跟欲啊，名跟利是手段，食跟色是目的，当然还有其他的需求。My wife decided to teach my daughter the facts of life when she was 15. 我太太打算了，在女儿15岁的时候啊，教导她性知识。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, make lemons. 啊，当这个生命啊，生活啊，人生啊，给你柠檬啊，你就去做柠檬吧。意思什么？随遇而安。每个人一种一样百样人，有人生下来家里有钱啊，有的生下来家里穷的一穷二白啊，有的是一般了。就随遇而安吧，啊，没钱就过没钱的日子嘛，有钱就过有钱的日子啊。所以人有时候要随遇而安。那么你把你没钱，一天到晚去他妈羡慕那有钱的啊，是什么？你生活不满足啊，每天在那边想东想西啊，就不快乐啊。我们随遇，我们随有一句话叫"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"。
你不会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，你大概也很难是世界上最穷的人啊。反正总有人比你有钱啊，总有人比你穷啊，啊，总有人比你早死啊，总有人比你晚死啊。天塌下有个子比你高的顶啊，就是这些话。Don't complain about your poor family when lie gives you lemons, make lemon 啊，不要抱怨家里穷，随遇而安嘛，没办法嘛。谁不想有钱？可是做不到啊！除非你去偷啊、去抢啊、去害人家、啊、去胡搞瞎搞，可是有风险啊，可能要负担法律的风险啊，还有这个道德上的良心不安啊。When pigs fly， 啊，就是什么意思？当猪在飞，猪不会飞啊，就是也是不可能的意思啊。太阳打西边出来啊。Alex will keep his promise only when pigs fly。啊，想要艾利克啊，说话算话，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啊。那我们这一集，因为第四部分全部讲完，我们做个快速的回顾啊。A castle in the air， 空中楼阁。A church mouse， 一穷二白啊。当然这个意思前面有讲过啊，所以你这边如果你是、傻傻的这个只看到第四集，前面三集不看，哎呦，我不知道意思啊，你就看我前面有做解说。A doubting Thomas， 疑神疑鬼的人啊。Apples of somebody's eye， 某人的最爱啊！但我这个一定有遗珠之憾了 啊！我只是这个挑了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啊，这个蛮实用的啊，可以长知识的。但有些可能也有这方面功能，可是我漏掉了、落掉了啊，也有啊，反正这些也不少了。Apple pie order 井然有序啊！这个句子是。第一个字母一大写啊，至于这些有的大写消息那是电脑的问题了、啊、懒得改了啊。一般第一个字大写也可以了啊，那一般小写也可以了，所以这个无所谓。 Baby in the woods 啊，误闯丛林的小白兔。 By the farm 死掉了，蒙住丛罩了，输着麦芽单去了。 Don'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， 不要以貌取人。 Can't get your tongue 啊，说不出话来了，卡住了，讲不出话来，心虚了。Dead meat， 你完了，你惨了，就像死肉一样，没救了。Dutch uncle， 喜欢教训别人的人啊。Every dog has his day 啊，否极泰来。From A to Z， 全部啊，从头到尾啊。Give the green light 啊，同意。Head in hand， 前背的。Have hands in somebody's pants 啊，静不下来。Have the last laugh 啊，最后的赢家。I wasn't born yesterday， 老江湖。老鸟不是菜鸟 I'll be a monkey's uncle、啊、意想不到，意料之外啊，都叫意料之外。 Till the cows come home、啊、很久，经过很长的时间。 In the air 不确定的。 In the black、啊、就是有赚钱的，有盈余的、啊、如果 in the red 就是赤字、啊、是亏钱的。 It's a small world、啊、这是小世界、啊、就到处都碰得到。Kangaroo Court 啊，私设法庭啊，非法的法庭。Kill the goose and lay the golden egg， 杀鸡取卵。Middle of nowhere， 鸟不生蛋的地方啊，荒郊野外。Money makes the male go， 有钱人使鬼推磨。Monkey business， 胡闹啊。Not cup of tea 啊，不是我的菜，不是我的理想的对象。Old school 啊，不是学校啊，是老派人物。Once in a blue moon 啊，没有蓝月亮嘛，所以难如登天啊，不可能的事情。Pass around the head 要求捐款。Play Russian roulette 好赌，赌太大啊，孤注一掷。Put your foot in your mouth 啊，闹笑话。Raining cats and dogs 倾盆大雨。Running around like a headless chicken 啊，无头苍蝇啊，这个张皇失措。See nebulous and then die 死而无憾，人生无憾。Soft on the belly， 软肋啊，就弱点了。Talk through one's head， 满嘴跑火车，说空话，说废话。The facts life 啊，性知识。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， make lemonade 啊 ，lemonade 啊，这是柠檬汁啊，随遇而安。When pigs fly 啊，太阳打西边出来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好，我们就把这四集啊，把这有趣的啊，实用的。这个可以增加英文程度，增加英文实用的一些灵活性的啊，这些 我把它摘出来啊。事实上英文成语太多了啊，这边要摘出来分四集把它讲完啊，这个这一集讲这里。